把那个蘑菇收了。在芬兰，出门就能采蘑菇。拍不到，拍不到，你先来踩上面。摄影师走了，摄影师忙着去开会了，所以又剩下我一个人。哇，好多都是来收割的。哇，那里面还有底下的那个下面，我实在够不着了。大森林里的蘑菇会比较安全，因为上面树林比较密。镜头都跑了，都没发现。其他地方也很多，就把这边近的踩了吧。
这是这几年来我们家前面这个坡上排到最多的一次进步，还是最多的一年。我想的是今年森林里有多少进步，回来回来回来。